估计呢，现在很多人啊都知道这个显卡全部都涨价了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全球矿潮的原因。那我这边呢是直接囤了300多万的显卡，是光显卡啊就囤了300多万，未来2个月呢显卡还会再次大涨一下。现在这个 RTX 系列啊，这个芯片组都已经停产了，特别是中低端一些的，它这个货源啊会更紧张一些。就比如说这个2060，现在2060呢是全系列都已经断货了，我这边呢没办法啊，我是把所有的2060，只要是2060的显卡，我全部给它囤了一遍。很多人呢可能不相信这个显卡还是再次涨价啊，你们看着吧，在30系列显卡没出来之前呢，这个显卡绝对还会再次暴涨一波。现在涨价主要原因呢就2点，一个是这个芯片停产了，为了给这个30系列铺路，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矿潮。你们都不知道啊，现在人家矿老板用的都是什么显卡挖矿，都是2080Ti 猛禽、技嘉大雕啊这种级别的显卡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20分左右，这个我们携巨款跑路了啊，准备跑路了啊，可以看啊，这个是能拿走的东西啊全部拿走啊，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拿走，准备跑路啊，就连这个墙啊我们也得给它抠下来拿走啊，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拿走啊。